ذهب.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给我出来！哎，你什么人呢？你到底是谁？还不快点让开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快把他赶走啊！他是巫婆，快跑巫宝车！杀了他！快点杀了他！出来吧！慢！妖妖怪啊！救命啊！被他逃掉了，有个小女孩逃进森林了。上帝，我已经走不动了。这里是哪里？到这边来。来，到这儿来。知道路该怎么走才能够走出这里，肚子好饿哦。我觉得好想睡觉哦。不可以，如果睡在这里一定会被野狼给吃掉的。小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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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难道是猫头鹰吗？求求你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，所以拜托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小姑娘，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我就知道，果然是你，是你在叫我吧？哇，好漂亮的钥匙！来，拿着吧。哦。就在前面不远，有一大片茂密的荆棘，在那里会看到一个锁，用那把钥匙打开看看。这种地方居然有锁。
那么你就赶快吃吧。我要开刀了。我吃饱了，多亏你，我才可以吃得这么饱。啊，好想睡，感觉好舒服。可是又厌了。你不要担心，用那把钥匙把那边那棵咖啡色大树上的锁打开看看。这很适合你的，小姑娘。我真的可以穿它吗？谢谢你，猫头鹰。这些衣服我全都可以穿吗？啊，猫头鹰，你要去哪里？留下来嘛，猫头鹰。哦哦，昨天为什么急急忙忙的就飞走了呢？这一次又是什么东西啊？好棒啊，谢谢你猫头鹰。吃吧。哇，刚刚好合脚哎！为什么每当月亮升起的时候你就要走呢？你为什么就不能留下来陪我？很抱歉，我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呢？这是我的命运。命运？你又要走了吗？没办法，我非回去不可。再见。啊，救命啊！
边来，快点！啊，等等我！来，快点！等我，猫头鹰！救命啊！这里，因为我告诉过你，森林夜晚是很危险的，我叫你不要乱跑的。我是跟着你才到这里来的耶，拜托嘛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快点告诉我。很抱歉，这个我不能够告诉你。命运，就是因为命运的缘故吗？你说的命运到底是什么？请你告诉我。你还是别知道的好，就算你知道了，你也是束手无策的。你说束手无策是什么意思呢？请你告诉我，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，我都愿意试试看。猫头鹰，你说说看嘛，你一定遇到了什么麻烦的事，对不对？猫头鹰，那么我想要拜托你一件事好吗？好，无论什么都可以。但是这件事是很危险而且又非常可怕的事哦。没关系，无论你遇到了什么事，都绝对不可以发出声音，这样你有办法吗？无论遇到什么事都绝对不可以发出声音。好，我绝对不会发出声音的。那么我就不客气了。进入这个森林不久之后，在悬崖上面有一栋很大的宅子，那间大宅子里面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，可是你绝对不可以发出声音。首先在进屋子前，请你注意一下玄关上的门，在门上面有一个雕刻成龙形的金色锁具，如果那只龙的脸是朝向正面的话，就代表着屋子里面有人，那就不可以进去。啊，朝向侧面，这么说屋子里什么人也没有了。看样子有人偷偷闯进来了。进屋之后请立刻进入左手边的房间。进屋后走到左边就是那扇门，那里是巫婆的书房。是什么事？我都不可以发出声音的。在那堆金银财宝里面，应该会有一把装饰着骷髅头的铁质钥匙。装饰着骷髅头的铁质钥匙。鼓起勇气来，不管你遇到什么事，都绝对不可以发出声音。我来试吃一下，看看好不好吃。杀了你！你死吧！请你寻找出适合那把钥匙的门，然后把那里面的一个金戒指带出来给我。怎么会有那么多扇门呢？但是要小心，千万不能发出声音哦。
但是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你都不可以发出声音。看样子你看出了我的真面目，怎么样，你觉得害怕吗？害怕的话就大声喊呐、啊、我会把声音夺过来，变成一棵树，变成森林里的树啊。不管遇到什么事，绝对不可以发出声音。然后请你找出铁质钥匙能够开启的门。怎么啦？还是说你希望被剑刺穿脖子而死啊？好了，到此为止，不管怎么样你都非死不可啊。拿命来吧，我好想吃掉你。我忍不住了。过来吧，磕了小妹妹。我走啊。我知道了。不准你碰那个灯笼。走够了。住手啊。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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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金戒指。奇怪，那个猫头鹰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谢谢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这个国家的王子。因为你的功劳，巫婆施在我身上的魔咒总算解开了，真的很谢谢你。王子殿下。救了救了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